你在一家烤肉店工作，正当你以为可以安心的上班的时候，老板却告诉你前员工是离奇失踪后才招的你，你能否安全的工作下去呢？在本期的视频开始之前，求求大家点个赞吧，本期视频点赞过1000，我们就回复所有评论，让我们视频开始吧。给个三连，求你了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游戏，叫做 Night Doner， 深夜烤肉。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游戏。这份工作来得很突然，在一个夜间烤肉店工作，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我正在找一个工作，他就来了。这个雇主说，前一个职员突然就退出并且消失了，他们急需要招一个新人，于是我就接下了这份工作。我以为在这里工作会很轻松，再怎么说它会有多难呢？拿一些订单，然后准备一些烤肉卷，然后结束一天。但是前一个雇员的消失还是会让我去思考，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看起来这应该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。第一天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啊，感觉有点像之前玩过的那个游戏，叫做 Kiosk。 嗨，你好，我想要一份烤肉还有一个可乐。所以说这个烤肉要怎么做呀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食谱书吧。哦，食谱的话上面写着，就是要拿这个饼啊，加上这个肉，再加上番茄和一个应该是生菜吧，就可以做成一个 doner。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吧。你看这边就有一个饼，然后我们放在这里，拿上这个小刀，咱们给它切一下啊，切一下这些小番茄，然后生菜也要让它切一下。 OK， 然后我们拿上这个生菜放在上面，然后还有这个番茄碎，再加上这个肉，然后它还需要一个什么？还需要一个可乐。OK， 可乐的话在这个冰柜里，来来来，给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卷儿，给。OK， 嗯，这个做的不对吗？啊，这个番茄它刚刚没有算进去啊，它这个判定有点奇怪好像。OK， 全部都合成进去了，这样呢？哦耶，谢谢，不用找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拿上这些钱 ，Nice， 今天完美的一单就结束了。嗨，你好，老头，晚上好，我想要一点咖啡。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。咖啡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啊。咖啡的话，就是要用这个杯子接这个咖啡机，然后再盖上盖子就是咖啡了。先我们拿上一个杯子，然后放到这个上面，这个哦，它会自动归位到这个咖啡的位置，然后再拿上我们的这个杯盖，放上了。OK， 咖啡，给。哦耶，我希望你的咖啡能够温暖我一些。OK， 拿上这个钱，嗯。这个老头直接穿过这个车走过去了，好抽象啊。晚上好，我可以要三瓶啤酒吗？我在外面和一些人吵架了，他让我非常的生气。总之也许我只是需要一杯啤酒。 OK， 来给他拿一杯酒吧。来，给。哦，三瓶啊，对不起，给给，谢谢你。 OK， 拿上了，耶，有钱了。哦，又来了。哎，这不是刚刚那个人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在这种街区散步很安静，不是吗？所有人都睡着了，只有像你这样的人还醒着。也许这就是世界的真相会出现的时候。什么鬼啊？总之我可以要一个卷饼，不要生菜以及没奶子吗？那我们来做吧。这个不要生菜以及没奶子，那就是要番茄放上去，对吧？ OK， 然后再来一个肉，然后给它合成上。它不要没奶子的话，那就是要番茄酱，对吧？ OK， 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番茄酱撒上去。哇，这个流体做的好奇怪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它扔过去。哦耶，你的前雇员做的会更好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个说话方式好奇怪啊。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他突然就不在这儿工作了，即使他工作的非常努力啊。总之晚安。 OK， 我们拿上了这个钱。所以说这个前雇员消失非常奇怪啊，在这种地方工作消失感觉像是会很经常发生的样子。哦，哇，这个人脸吓死我了。 Hello， 我可以要两份薯片和两个可口可乐吗？那我们就拿给他两份薯片。这个薯片为什么要放冰箱里啊？这样不会吃起来很怪吗？还有两份可乐。 OK， 给，谢谢。在看电影的时候吃薯片和可乐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呀，祝你好运。我的天哪，现在这个店还不止就是卖那个烤肉啊，感觉要烤肉的人其实反而不是很多。怎么回事？哦，要结束工作了啊。那我们那个轮班结束了。哦，你又来了。嗨，你好。嗨，一个什么都要的烤肉卷儿以及一个 soda。 OK， 那我们先给他拿这个 soda 吧，来给他。然后还有一个完整的烤肉，应该就是什么都要吧，给。耶，你不能比这个更慢了。他这个字幕看着好难受啊，他这些人说话好阴阳怪气啊感觉。 Hello， 我想要啤酒，给我四瓶啤酒。 OK， 来给他四瓶啤酒。没有红的？
总之你可以下次再给我红的，祝你好运。什么叫红的？你想要红的啤酒？百威吗？是百威吗？还是什么？好奇怪呀。哎 ,what the fuck? 哇，刚那什么东西啊，吓死我了。嘿，你好，我想要一个完整的烤肉卷。昨天附近的几个街区，我用啤酒瓶射杀了一个人，他们杀了他，你听过这件事吗？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，不是很懂。他这个作者感觉像是在抄袭那个 Kiosk， 但是他做的又有点奇怪呀。这个生菜给他放上去，然后肉给他放上去，然后番茄酱，美乃滋，给，好了，还要一个 Cola， OK， 来给你。在夜晚出门，我感到非常的不安心。总之，感谢你。晚上好，我想要一杯咖啡。我们这是咖啡店吗？我们这是烤肉店啊！你们不要老是要咖啡啊！给你。哦，还要一杯 Cola， 他又没说呀，好奇怪啊！来给你，谢谢，拿着这些找零。这个车感觉来来回回在这边转了好几圈了，都是同样的车。哦，嗨，你好，晚上好，我可以要一杯咖啡吗？这一次真的只是一杯咖啡吧？啊，是，来，我们拿上我们的咖啡，然后把这个咖啡给他。我今早听到了一些奇怪的新闻，在这个留声机上，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一些奇怪的声音被录音到了。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所有人都很害怕。我想到这个时候就感觉不寒而栗。总之好运。哦，又结束轮班了。OK， 第三天。哦，哇，这不是昨天的那个人吗？嗨，你好，一个完整的烤肉以及三个啤酒。那我们继续拿上我们的这个饼吧，来开始做我们的烤肉。给。然后还有一大堆的啤酒。OK， 一、二、三。哦。哎，三瓶就完了吗？今天真是一个漫长的一天，有些事情看起来更难做了。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些啤酒稍微休息一会儿。哦，又是这个老头子。我想要一杯咖啡，两杯薯片，以及一些啤酒。来看一下啊，两个啤酒，给。然后两包薯片，来给你。还有一杯咖啡。谢谢你。哦 ,what the fuck? 哎，怎么突然来了一辆车，差点撞到我们这个店啊。Hello， 祝你好运。我想要一个肉卷，还有一个可乐。咱们先给他拿可乐吧。然后再给他做这个肉卷。OK， 这个应该做好了，来给你。谢谢，不用找了。我可以要两杯 soda 吗？这 soda 看起来像雪碧。来给你。我刚刚看到一个男人在这个店的门口逗留，他让我有一点汗毛直立。总之，祝你好运。有人在门口逗留，什么鬼？没有啊。嗨，你好，我想要一个烤肉和一个咖啡，但是不要生菜、番茄酱和美乃滋，这样就会很好。是不要生菜、番茄酱和美乃滋吗？还是说他这个意思是不要生菜，但是要番茄酱和美乃滋 ？OK， 我明白了。来，给你。然后还有一个咖啡 ，OK， 给你咖啡。好了。我要看看后面什么意思啊？你先拿上我们的钱，看看后面。后面什么也没有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嗯？怎么突然灯黑了 ？Hello？ 哦，有人敲门。来查看一下。What？ 哎，我操！好了，那么本期的恐怖游戏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恐怖游戏，可以点个三连还有关注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